对，非常的开心，像回家一样吧。因为六年前也是拿了最佳女主角，所以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就很温暖。那么这一次也是来颁发最佳男主角的奖项，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入围的电影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男演员，所以我也很期待和他们能够碰面。我觉得伊索广司跟吴康仁都是我蛮喜欢的，有，对，有。当然当然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嗯，有，刚刚拍完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，对，现在刚刚杀青吧，刚回来，嗯。哦，对对对，跟帅哥啊，哦，他就叫张帅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差不多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了，对，所以我基本上，有很好的朋友都可以陪我一起逛街这样子，嗯，我努力好不好？嗯嗯，有那个追求者吗？太多了，谢谢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